上课，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五行。说到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大家都能脱口而出，但这却不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。比如按照相克，五行的排序其实是木、土、水、火、金。老师呢，今天就按照相克的顺序，带大家重新了解一下五行。大家把课本翻到129页。木主人，具有生发、调达、能屈能伸的特性，古人称之为屈直。木标示着宇宙万物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，凡具有生长、舒畅等性质的事物，均归属于木。生存之道。深夜凌晨的云里，我是。
珠里具有炎热向上光明的特性，古人称之为炎上。火为一种能量，其事迹、其性灵、其勤功，凡具有温热、升腾、热情等性质的事物，均归属于火。